反对煎熬。九是也是一样，就是希望哈、哦、把详细哈、哦、的一些过程哈、哦、公开公布了啊、哦，然后再做一切应套的在研究啊、哦，以厘清事实的真相。哦，让我们的学童安安心心的待在许厝分校为数九，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跟政府都各退一步，就是不去丰隆，也不在分校，然后回桥头本校这样子？暂时不讨论这个了哈、哦，暂时不讨论这个，还是以诉求说没有依据之下哈、哦，没有来源之下，还是以待在许厝分校为原则，还是没有，还是像昨天一样哈、哦，有社工哈、哦，有大学生的帮忙。还有一些家长的帮忙，先进行团康活动这样子。哎，是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正常上课？你们预计？希望的话，可以的话，我们是希望明天就可以正式上课，或者是下午。目前我们麦寮乡照他所说的，照行政院所说的，全乡的中小学全部要迁校。那请问我们要迁到哪里？国主任老了，这点 VCM 一级自来水的话。那要整个迁动整个迁乡或是官场的大问题，绝对不是迁许厝分校一个学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反对煎